记得都市丛林，寻找一段失落的回忆，带着满怀勇气与毅力，我要再一次超越我自己。年轻的心永远有苦衷心，只要你愿意不断努力，烦恼失意都将一扫而去，顺利成功也会跟随着你。来吧朋友，我们一起鼓励，管他明天是不是好天气。来吧朋友，我们一起鼓励，都市丛林里再一次超越自己。来吧朋友，我们一起鼓励，管他明天是不是好天气。来吧朋友，我们一起鼓励，都市丛林里再一次超越自己。明天是不是好天气？来吧朋友，我们一起鼓励，都市丛林里再一次超越自己。来吧朋友，我们一起鼓励，管他明天是不是好天气。来吧朋友，我们一起鼓励，都市丛林里再一次超越自己。哎，玉龙车，你还愣在这边干嘛？你还不赶快给我走！西凉，丫头，那我回去了。哎，对不起，现在该走的是你。啊？哎，西麦你。对，你请吧。对不起啊。没有关系。导致我比较不好意思，害得你跟你男朋友。他不是我男朋友，只是公司的同事。哦，哎，现在闹了一阵，也知道电话是补班打了，我可以去睡觉了吗？那我告辞了。玉郎车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我说过我的速度还是很快的。再见。柯建雄是最好的，照理说他应该没事就来找我才对呀、啊。哎，柯建雄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。哎，柯建雄会不会以前暗恋文静啊？他敢？他怎么不敢？你怎么没用、啊？我没有用，我是被你吓的呢。何总，你看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我看下就轮到你了。我说啊，这柯建雄已经死得不明不白、不明不目的，啊，不然他根本死就死了，到找人干嘛？找别人就算了，他偏偏找我，找我干什么？总经理，您是老板啊，擒贼当然先擒王喽。谢谢你啊，苗条。苗条，问你，假如我现在给他加薪的话，他会把我给放了？总经理啊，如果你也给我加薪的话，我保证死后绝对不会来找你的。不会是？你们都是，好吧，你们谁明天死，我今天给你们加薪，可以吧？哼！总经理，为什么我们已经请了道士和牧师来做法，都没有用呢？做法只是在公司里做啊，总经理家什么也没有做啊。你们看这四周，不是符咒就是十字架，要说柯建雄了，就连僵尸他也不敢来啊。哎，有道理，苗条。阿总，那我决定今天晚上就。自动来公司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也是，我免费啊。我也是，我也要，我也要回家，我也要回家。妈，那我看这样，还是大家留守在公司好了。这个
到时候就算这个符咒跟这个十字架没用，起码人多阳气重，彼此呢也好有个照应啊。天快黑了，柯剑雄，今天晚上你要来的话请找别人啊，最好找有意好的，他比较胖，他承受不住。主啊，今天晚上就靠你了。小易，我晚上跟着你好不好？我好害怕哦。没问题，保护女人是男神应该做的事。小易啊，你晚上要照顾我，还有时间照顾其他人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我不但照顾你，我还能照顾所有人。哈哈，小易，那我也让你照顾。啊，关于你啊，你这身躯过于庞大，照顾起来呢可能比较那个一点。对啊，尤其是每次你都是把柯剑雄扛出去的人，柯剑雄今天要是来的话，一定先找你。嗯，可是每次都是总经理叫我那样做的。所以啦，他昨天已经先去找过老总啦。我不要啦，我不要啦，你们大家不要笑我嘛。哎，有意，这个给你。嗯，丫丁，这是什么？纸啊，你在这个上面画一张像，然后带起来，柯剑雄就以为你是别人呢，认不出你，他就不会找你了。嗯，我也要。周总，你干什么？对付柯剑雄啊！我跟你讲，我这样子哦，他一定不敢来找我。上班时间，把它收起来吧。哦，好。哎，武经理，你也在防柯剑雄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我给西美用的辟邪的。哎，西美把它带上。啊，给我的。不要犹豫了，这是辟邪的，就算戴上去不好看，要生气啊，等保住小命再生气吧。柯剑雄啊，要知道他死后这么受重视的话，我相信啊，他一定不会自杀的。道士跟牧师来做法好像挺有效的吧？希望如此喽。不过现在晚上十点，说有效未免言之过早吧。嗯。哎呀，姚启芳，听你的口气，好像你希望柯剑雄来啊？这也没什么不好啊。套句柯剑雄常说的话，我们是拜把，我们是兄弟，我们是同事，我们是知己嘛。大家可以见见面，聊聊天，或许我们还可以看看天堂上面的情形，我们大家也好准备准备啊。刘姐，你好可怕，居然想见柯剑雄。哎，哼，还是没见到过，不知死活。其实还不都一样，你没有听他们说柯剑雄生前和死后长相都没有什么差别啊？还没什么差别，柯剑雄现在眼露青光，还流鼻血。哎呀，
办那些符咒一点用也没有，柯建雄他还是来去自如。总经理，我们可以打电话叫魔鬼柯青来抓他。总经理，你看要不要报警？对，也好，叫警察来保护我们。谢总监，奇怪，没有声音哎。把电话全部都换了。想让我们全部死在这里耶！小丽，你不要乱讲话好不好？总经理，我看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，36级走位上策的嘛，再待的话肯定要出问题了。好，那我们离开这里。来来，每人拿个蜡烛。走。哥，现在没有电，这个电梯不通了。这样，我们走太平梯下去，男生照顾女生。好，来，走啊！快点，快点，走啊！不要推，不要推，你们推什么推啊？总经理，你是老板，你当然带头了。胡说八道！现在是下班时间，我们已经不分阶级了。可是总经理，我们现在是在公司哎，你的阶级还是最大哎。对对，总经理，对呀对呀对呀，头，对你的头。孙志宏，你带路。我为什么要我带路？因为你死了，对公司一点损失都没有。总经理，小罗子，快带路，快走吧，快！我再走了呢。男生照顾女生啊，哎，女生走快一点啊，快点。大家啊！
老跳，你还唱歌，赶紧暂时停止呼吸。老跳，现在怎么办？差不多了，该玩够了。过瘾，我要来个回马枪。故事来吓人，装神弄鬼的，到时候真把人给吓死了怎么办、啊？吓死了就活该呀、啊！好了好了，别打了，咱没吓死，打死了。对呀、啊，姚乔，你怎么这样子嘛？本来就是嘛，那天柯建雄和他太太出了事闹离婚，你们没有一个人出来帮忙，还都赞成离婚呢。其实柯太太你们大家也都见过啊，是一个什么话都不说的人嘛。那天幸好我去得快。后来柯建雄也反悔了，不然柯太太就死掉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啊，姚乔说一定要来教训你们，可是想来想去也没想出什么办法，结果就撞鬼来吓你们了。不是，但是我要打你，哼，你要装你就装像一点嘛，起码我们以前也是兄弟，也是拜把，也是同事，你死后也应该重视我一点啊。好，董总，以后我死的话呢，我一定会很重视你。陈经理，你说要升我做经理，然后要加我薪水的，我加个屁给你呢，不扣你钱就不错了，还加？这些都是假的，不然吓死人了。哎，真是一场虚惊啊！其实啊，都是你们自己心里有鬼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说了不说了，我们今天先说好啊，
以后谁先死不要来到公司来找人来乱折腾啊，我的公司可受不了你们家乱折腾的啊。好了，现在天也亮，大家可以休息了吧。郭锦雄，气归气了，不过说实在，听到你跟你老婆没有离婚了，我实在会替你感到很高兴。不必高兴的太早，我看还有下次呢。总经理，你们放心好了，我绝对不会有下一次。现在呢，我想一想，的确我过去也太过分了。我希望从今以后呢，我把我的所有的时间尽量用在我太太和我小孩的身上，我绝对不会再跟钟楚红去花天酒地了。哎，柯建雄，你讲这个什么话？每一次都是你带我出去玩的哎。那当然了，因为你有钱嘛。等一下，暂时停止呼吸。哎，你干嘛？你笑什么？不是啦，因为我想放屁。这弧形不错吧？哎，不错啊，一晚上胡子就给吓出来了。总经理，你说错话了、啊、我这表示呢，我的生长激素很丰富，跟柯建雄什么关系呢？是吗？苗条，一晚上没睡，你不累啊？不行，休息啊，大家都在休息，那谁守公司呢？哎，我能够请到你真是高兴。我这公司来做社会福利呢，我觉得就代价多了。工资不好啦，加薪水才是真的。不用急，本公司啊一定配合这个雇人员来调薪。那不知道等到民国几年喽？那就看政府怎么调了。那就不必了。你好，哎，请找哪位啊？我找丁小姐。赵勇。哎，你来这干嘛？这是我们公司哎，做生意的地方，你这个人串门子太会串了吧。不凡，嗯，谁呀、啊、他就是人家专门买来当机器人车用的国产车。国产车、嗯、总经理，我帮您介绍一下，他是我们的邻居，住在我们对门的赵先生。哎，你好，赵玉龙。高青天，你好你好。玉龙是是。哎，配喜美刚好。哎，总经理啊，他配喜美行吗？喜美钣金那么厚，他耐撞吗？哎，我价钱便宜啊。真便宜。喜美呢？哦，在那儿。喜美起来了，赵玉龙来了。嗯，你高帅哥哥不在家，今天不卖酒。你还江山美人呢、啊、起来起来起来、嗯、还在婚呢，看清楚。嗨，喜美。国产车你来啦。没有啦，昨天晚上到你那边敲门啊，按铃啊，你们一夜都没回家。对啊，折腾了一夜，累死了。还好吧？没事了，谢谢你的关心。哪里，邻居嘛，守望相助是应该的、啊。守望相助好像应该由我跟他负责。嗯、还有我呀、啊？对啊，总经理，我们常不是去瑶瑶家吃东西的吗？哦，对对对，我常到他们家吃饭。既然没事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好，告辞了。嗨，再见，再见。再见，总经理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是，你的胡子留得真不错、哦。您的胡子也很漂亮。哎，那什么稀奇，我也有啊。哎，哎，土兄啊，照你这个嘴型哦，好像不太适合留胡子。嗯，对呀、啊，好像一堆乱草，难看死。喜、哎、美，你说话真实在。哎，你要说点好听的话，骗骗本凡嘛。你们的胡子好看，真好看。哎，你在这边干嘛？你车抛锚了？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告辞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啊！慢点，慢点。玉龙，喜美。各位同仁，各位知己，各位爸爸，各位兄弟，我现在招兵买马，有没有人今天晚上要跟我一起去 KTV 的？哇塞，何弟兄，你一天都还没完呢，你这个老毛病又犯了啊！哎呦，
狗都改不了吃屎，更何况是柯建雄，对不对？他跟他老婆忏悔，只不过他又可以三天不回家了。哎，非常的抱歉，我现在呢，从今以后，不论我到任何地方，绝对带我老婆一起去。没时间。小易，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哈？文静，本来就是嘛，这柯建雄呢，他是自讨苦吃，家里管不够，还要带出来管，真是。哎，柯建雄，那你这样 KTV 结束之后，就不能到休闲中心喽？当然要去喽。哼，只不过啊，是在家里头有我老婆伺候我。小易，干脆我们跟柯建雄他们一起去 KTV 玩算了。哎，好。亚兰啊，我想可能不太方便，因为我今天已经跟小易约好去看电影了。哎，文静，我什么时候跟你约好？现在。好了，大家再见啦。拜拜拜拜。哎，怎么走了？亚兰，那我们也走了。走吧走吧。不是，哎，各位知己，哎，各位爸爸，哎，同事，哎。兄弟，哎，冯大哥，我跟你讲，你一定要去，好不好？哎呀，算了啦，第一通你老婆就在场，那多没意思。哎，干脆我们直接进入第二通。第二通？对啊，就是你常带我去那个休闲中心的。哎，松松，在勾引我？呜呜呜！你在干什么？嘿，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狗，改不了吃屎。你有神经病啊！想追我啊，男人！我看他八成是想要追你，他追不上的。我的喜美比他玉龙还会跑，他光在后面盯着你也受不了啊！你看那个卜凡，哎呦，化学效应马上就发作了。嗯，他是神经病。不要这样说嘛，其实有人吃醋也挺不错的。哦，你以为高青天不会吃你的醋啊？我现在还在怀疑他是不是。到底对我有没有意思？我告诉你，老总啊，炸包一个，他追女朋友就像做生意一样，你小心嫁给他会吃苦，这么小气。好了好了啦，不要再提男人了，倒足了胃口，消化会不良，赶快吃吧。谁呀？是我，还有卜凡。哎，齐美，他们准是来吃饭。今天收多少？今天没什么菜，一人250。好。哎，齐美。哎。哎呀，吃饭呢！哎呦，真是巧，真是巧。嗯，好香啊。哎，丫头，今天这种菜你要收多少钱啊？今天啊，一人250。没问题，先付账再吃。你别盯着我看，午饭的钱跟他自己收去，别给我收。那。我在找脏车。脏车？是啊，那辆运动车。卜凡，你什么意思嘛？好啦，你们不要老谈车子了，菜都快被老总吃光了。嗯，好贵啊，今天那种菜啊，250块划得来。哎，总经理，留点口德好不好？还有我们。不要急，但接不起来就这样干的吧。总经理，你胃口蛮好的嘛。开玩笑，这花钱吃了，那能够胃口不好吗？那假如那辆国产车上载的是窈窕淑女，你还吃得下吗？齐美，齐美，你的意思是说那个国产车追的是窈窕啊？那当然了，我齐美车国产车怎么追得上？哎呀，太好了，我胃口突然大开。齐美，怎么突然胃口又不好了？这个本来这个事啊，我是不想说的，可是我今天我看这个他一赵玉龙一定要追窈窕的话，我看我还是说出来比较好。总经理，既然这样，那你就说吧，我在听。
我一直以为赵玉龙啊，他只是个同性恋，没想到他还是个双性恋的。同性恋？对啊，我告诉你，他打电话约过我，然后被我拒绝掉了。哦，他想追你啊？嗯，你没看到吗？我留着胡子，他以为啊跟他一样，被打电话约我，结果就没理他。哎，你记不记得他称赞过我说我胡子漂亮，那就是暗示啊。啊，胡子啊？嗯，这胡子啊就是他们的特征。不对啊，我听说。我是穿耳洞嘛？哎呀，没有没有，我问过他了，他说穿耳洞啊怕容易看出来，所以呢，最主要他是双性恋者，他有女性的需求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好可怕、哦。那看情形，我觉得我明天就把这胡子剃掉，明天遭到不必要的困扰。对对对。谁呀、啊？赵玉龙。啊，是他。对不起。我看我得先走了，麻烦一下。哦。你们都知道，有时候被爱也是蛮痛苦的。哎，总经理，你在啊？哎，我在。我跟你说件事。什么事啊？赵兄啊，我看我们两个是没希望了。哎，我先走。总经理，他刚刚说什么？你们怎么了？我身上什么地方不对了？哎，他有胡子。我明天就刮掉，我明天就刮掉。刮掉？哎，嗯，你刮掉胡子更帅。赵玉龙，你先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哎呀，真是，我真是不好意思。哎，我也没办法，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避免你追窈窕。我真是觉得对不起你，赵烈士，再见。天机不可泄露。对，他们啊，这狗改不了吃屎。你有神经病。哎，总经理，你今天怎么不一样？有吗？哎，普大哥，你那个男性象征呢？哎，别跟我提胡子两个字啊！什么男性象征呢？根本就是……啊，算了，不跟你说了。哎，文静，我跟你讲。你千万不能让小玉留胡子哦，她要是留胡子的话，哎，你将来的情敌啊，可能是一个男孩。走。走。哎，总经理。总经理。总经理，怎么，你这个受害人还舍不得刮掉您的胡子啊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留着胡子才能够招蜂引蝶。啊？招蜂引蝶？总经理，你刚刚开刀开痔疮，你不怕又进医院啊？我不怕，就是因为开过刀，所以我不怕。对啊，你只要把开刀证明拿出来，有胡子的人都不敢找你了。对，那是免疫证明。他还证明得意啊。哎，丫头，我跟你说，什么事？不敢啊。没有关系，他不会知道的啦。不好啦。好的。说做就做，我不管，我那我不要去。Ha ha ha!
哥，喝茶。嗯，谢谢。老哥，哎，这迷上电子玩具啊！哈哈，死了！哎，又输了。哎，不玩了。哥，这个会迷上电子玩具啊，只有三种人：小孩、老人、无聊的中年人。哎，根据我了解啊，这三种人的智慧水平都不高。 所以我奉劝你啊，是早早娶个老婆，生活才会多彩多姿啊。告诉你，美女人要嫁给我。哥，你可以找窈窕姐嘛？那窈窕姐是温柔大方、尽忠职守，而且还干点香皂。窈窕每次跟我是若即若离，我也不知道她心里想些什么东西。再说这违背我的原则，我是好兔不吃窝边草，娶了她，将来我的公司怎么待人？ 呀，哎，紧啊，紧啊，紧起来不会硬硬啊！你真像那个厕所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啊！难怪你去卖马桶。嗯，你死我不要紧的，你等到我马桶界的朋友小心大家拿马桶来砸你。
乔，嗯，你妹妹淑女难得回来，干脆我搬到文静家住几天，把我的床让给她好不好？淑女才回来住四天，可以跟我挤一张床啊，这样也比较亲嘛。哎，你妹妹个性跟你像不像？不像，她个性非常的潇洒，敢爱也敢要，不会爱家给谁的。你比较会闯祸了。哎，好像是这样哎，从小到大自然而然的，我凡事会让她，她也凡事会接受。我觉得啊，什么东西都可以让，就是爱情不能让。总经理，我今天早上想请半天的事假到机场去接我妹妹。你有妹妹啊？嗯，真的，该不会是叫淑女吧？哎，我妹就叫淑女。总经理，你认识我妹妹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是随便猜的。你妹妹真的没叫淑女啊？嗯。好嘞，轻松一下。吃素，否则我才不会追你。请问你找哪一位？请问丁瑶桃小姐在吗？她现在不在。你是？我是瑶桃的妹妹。瑶桃的妹妹啊，请进请进。谢谢。哦，你就是瑶桃的妹妹淑女啊。嗨，我是喜美。嗨，喜美。哎，古白啊，你把这公文看一下。好，来，我帮你一一介绍一下。谢谢。这是你姐姐总经理。总经理，她是瑶瑶的妹妹淑女。嗨，嗨，这位是卜经理。嗨，我是熊猫钟楚红，不是美女钟楚红。嗨，嗨，嗨，我是你们工会理事长柯俊雄的接班人柯建雄。嗨，我是有意。嗨，我是雅兰。嗨，嗨，我是高新义。嗨，我叫文静，我还没听清楚你的名字叫什么，不过我已经想好你的绰号了。嗨。他的名字啊叫丁淑女。哦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我就是那个君子。嗨，好了，别再嗨下去了。哎，淑女，知不知道姐姐到机场去接你了？糟了，我真迷糊，我昨天晚上忘记告诉喜美，我改搭前一班飞机的。哦，没关系，你姐姐接不着你还是会回来的。累了吧，要不到办公室坐一坐。好啊，行李就搁那儿好了啊。哎，钟楚红，你不是对窈窕一直很专一吗？怎么淑女一回来你就忘了窈窕了？吾对窈窕的爱一直不敢造次，如不可以语言挑拨。钟楚红啊，你的古文造诣实在有够差了，可不可以以后讲话不要插白话来？我用人哎，天将降大任于本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吾不可以经理之尊对属下行武文自喻之实。使你个头啊！使，这叫做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头不在大，有用则灵；肚子不在大，有拉则灵；马桶也不在大，有通则灵。我真受不了，我一定要告诉高大哥去改行换业，卖香水多好，一天到晚提马桶，臭死。错了，文静，这香水是喷在这个发臭的部位。你敢顶嘴？我老姐啊，常在信上提到你。真的？那你就是消遣我，对不对？哎，现在社会那么紧张，偶尔消遣一下也不坏啊。我就想问你，我觉得我一见你觉得很面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，是不是？不可能吧，我住在新加坡，我老姐住在台湾啊。是我看你总觉得好像哪儿见过的样子。这也许是在前世吧。前世？难道说你前世跟我一样都在卖马桶啊？不是啦，也不是这么说。我们俩这一世见面觉得很投缘，也许我们在前一世的某一世结了什么缘，缘有善缘也有恶缘。哎，对，还有孽缘。对对对，还有孽缘。我们才第一次见面，你就会不轻易说出来，
一语成谶，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很有兴趣研究你话里面的含义。孽缘。